度系我哋喺酒店走廊尽头睇到嘅景色。而家要买巴士飞，不过呢原来而家咧系改咗去呢个位去买飞，唔系喺而家呢一度。呢度开6:30、8:30，我哋而家去啦。而家出去，然之后转右。应该喺前面，大概呢个位度。买呢个 one day 嘅 bus pass 都几顺利，而家就去搵巴士站出发。买完 one day pass 之后咧，就可以叫佢俾个时间表你啦，咁样就唔会错过嗰啲班次啦。咁咧，佢就叫我搭呢个喺呢个西三车站度等啦。咁我哋而家就去咗。咁啱先咧就喺罗森隔篱嗰间嘢，等我指一指先。呢一间呢一个位咧就可以买到呢个 one day bus pass。好，喺度等下车先。巴士車站咧都有時間表嘅，咁如果真係唔記得咗攞嗰個時間表咧，就可以喺呢度影低佢。我哋買完飛翻嚟，原來開咗，呢度應該開9:00嘅。頭先喺 Family Mart 買咗早餐加午餐，有呢一個芝士波波嘅麻薯，繼續有我中意嘅海老飯團兩個，仲有。都是我喜歡的明太子飯團兩個，還有買了這個名字的乳酸飲品，這個就是我的早餐加午餐了。去西三巴士站呢，可以在這個宮崎站的西口，在這裡出啦，這裡出完之後呢就走過來這裡，咁呢一個就係西三嘅巴士站啦。咁買車飛咧就喺呢個羅森隔離呢一間鋪位。咁呢一架車咧就係可以去到日南嗰度啦。我哋咧要搭嘅就係呢一架車啦。咁車上邊咧就會寫有咩站嘅，咁啊睇清楚，唔好上錯巴士啊。我哋啱啱落咗车，11:30到咗，之后咧就要睇翻去嘅车啦。上住楼梯。再行15分鐘先會到，哇！咁快就到咗啦，好似唔使行15分鐘咁耐。如果今日係藍天嘅話咧，應該係好靚嘅。不過可惜今日有啲雲。呢個道啲人係點樣上去嘅咧？好好奇。而家就行去本殿，呢度有個歷史喎。在平成10年，因为太大雨，所以应该有啲山泥倾泻。之后咧就要做工程啦，巩固翻个斜坡啦，维修翻啦，咁就变做今时今日咁啦。咁成个工程咧就用咗7500万 yen 去整嘅，系兔仔啊！呢度有嚿嘢咧，系可以爱嚟拍个身。跟住咧就可以唔使病，同埋少啲災難。100 yen，嚿嘢就係咁嘅。我而家企緊呢個位咧，就係網上圖片成日都影到嘅相啦。咁就係企喺呢一條橋嘅上邊嘅呢一條柱。咁高嘅人咧就可以企下邊呢度啦。咁我就唔夠高啊，同埋有呢。啲樹遮住咗，咁咧我就要企上嚟呢度，先影到網上嘅圖片啦。好，依家落去先。呢一種石頭係有啲紋理喺度嘅，唔知係邊一種嘅石咧。
我寫住咧可以掉啲開運豆落去下邊嘅，咁五粒咧就100 yen， 男人就用左手，女人就用右手啦。咁佢掉去邊咧？就係呢個繩圈中間啦。嗰啲開運豆咧係紅紅地色嘅，好似紅棗咁樣。有好多人掉咗喺呢個位啊，應該係唔中嘅。呢個位先係中嘅。細睇之下咧，先發現龜眼應該係講緊呢一嚿石頭，好似烏龜。呢個咧就係嗰啲開運豆啦，上邊咧寫住個運字嘅，100 yen 5粒。就好近咁样睇下呢个鱼鱼岩，石头上边系有水分嘅。再睇下前边嗰个先，都系好湿嘅呢度，而且呢度尖出嚟啦，咁就好似结集咗啲雨水喺度咁样啦。其实提壶神宫嘅主祭神系神武天王嘅爸爸。这个神话的起源呢，就是天照大御神的孙的女，她呢就生了三个仔，一个呢就叫做山杏贤，一个就叫做海杏贤。山杏贤呢就擅长狩猎，海杏贤呢就擅长捕鱼。有一天呢，两兄弟就提议交换他们的工作，可惜山杏贤不是几识捉鱼，仲将海杏贤的鱼钩整不见了。海杏贤呢就非常之唔开心，仲一定要山杏贤赔返俾佢。咁山杏贤呢喺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呢，就接受咗炎锥神嘅建议，出海去搵海神之女林白发。结果山杏贤同海神之女风玉姬结咗婚，喺龙宫过咗3年。后来山杏贤搵到唔见咗嘅鱼钩，於是就喺青岛嗰度上咗陆地。后来风玉姬在海道骑着只龟来到青岛，告诉山杏贤知他要生 BB， 但是呢风玉姬就不可以在海道生 BB， 于是山杏贤就在海边用提壶的羽毛和湿草起了个产殿，那只神龟呢就化身了现在的龟眼。在产殿未起好的时候呢，风玉姬就等不及要生 BB 了，他就叫山杏贤不要偷看他生 BB，因为风玉姬会在生 BB 的时候现出她的真心，但是山杏贤仲是忍不住偷看了，那她就见到风玉姬露出了真心，觉得很害怕。风玉姬呢就在生了 BB 之后发现山杏贤偷看了她生 BB 的过程，以为山杏贤会嫌弃她，于是她就留下了个 BB 回了去大海。
咁丰玉姬呢，因为唔捨得个 BB 冇奶飲啦，於是佢就留低咗佢嘅乳房，就係醍醐神功嘅乳牙啦。咁滴落嚟嘅乳水呢，就用嚟喂佢嘅 BB， 而且托付咗佢嘅妹妹玉衣姬照顾呢个 BB。后来呢个 BB 长大咗之后呢，就同咗佢阿姨玉衣姬结婚啦。佢哋呢就生咗四个 BB 啦。他们的第四个仔后来就统一了大和，称为神武天王。这个就是关于醍醐神功的神话故事了。都是因为这个神话的关系，醍醐神功也都成为了保佑结缘、顺利生产、育儿和海上安全的神社。他们呢现在就在钓那些开运斗了。就是1点钟，咁时间表话咧1点22分咧有车，咁所以我就预翻啲时间行翻过去啦。前面呢度有个墓地，不过咧要搭巴士，所以都系要转呢边。上到嚟之后咧，咁有条左边嘅路嘅，千祈唔好去，要行翻呢一个小山窿。才可以去翻啱啱落车嘅地方。呢度有个鸟居喎，头先上嚟嘅时候见唔到呢个牌。呢一条路可以通上我啱啱讲嗰个坟地，不过我唔够时间，应该唔想去了。